起码迄个队员，恁的队员去转动迄轮盘。哦，队员圈，哎，不要瞪着歌手来唱袂出来，五秒钟唱不出来，令其他人就接着把人丢分。隆重两round的比赛，看谁赢，赢就特别的奖品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从这边开始，五美年这边开始了。来，美林这位同学，请就位，去胖。来来来，帅哥帅哥，赶快来！第一关哦，第一关你有看到无？胖嘞！哎呦！别再去，别再动，去别再动，去别嘞！阿妈，拢醉啊！我怎么跟他徛在我的外后边？你拢睡在我的外面呢？啊！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爱如潮水。可以提醒两个字诶，在呗。我先问你呆。我的爱如潮水。不是啊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向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的将你我包围。下一句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我觉得你喝得很醉哎，醉哦，醉啦，有啦有啦，有有有有有，是桂冠，得一分来，得一分来，来来大轮队来，大轮大轮，这位我们动力火车第三号成员帮我们转一下，胖磊，来，哎呦，好，哇很有力气，上面挂上面挂上面挂，后面大家也快再快点，哎就这刚刚，哎呦，哦高胖高胖，五。是啊，叮当起，叮当起，闻到闹鬼，跳落去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手捧一杯，爱情的酒，来啦，来就好你。啊，恰恰恰，好，谢谢。毕竟耍被派呀。得分，得分，得分，好，一比一。来来，这边来，勿照胖的。队员，队员，哦，来胖的。忘记了大哥厉害。哦，平均啊，哎呦。跟往事干杯！往事的副歌，副歌，副歌，副歌。把那往事，副歌，副歌。我打我打往事。想打吴美玲，唱。干杯，朋友，就让他一切成流水。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OK， 掌声鼓励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这种阿妈的歌你嘛要唱哦。有，我顶起咧，你唔知。小戴，这位逆上，迄天去屏东也看到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哦。忠实粉啊！粉丝嘛，我看到你。铁粉铁粉。这么高，这么高。每一场拢得较高。伊讲伊来。看你的啦。我来看你。来看胖哥，看一摆点一摆。喂喂，哎，你这队无得分哦。好，零分零分，来下一队乔安来，乔安来，他抢答，哦，来，交给你了，你听不出来他抢答，好，来，来，这条歌是叫做《花花心》，我是要靠我这边吗？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把我在心海。掌声鼓励，好。謝謝和声的部分真的九度音来合作无间了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再一轮，第一轮只有巫兆邦这一轮没有得分，所以这一轮就由巫兆邦开始。哦，我看哎，这立场你也赶紧，我看巫兆邦来胖你来唱好哦，哎好哦，哎别卖哦别卖哦，你看啦，我来胖哦，好不？伊就好唱诶，小蛋你俩要两分，哦哦，返回一城，哎。阿娜达，阿娜达，一百，给给给，五。阿娜达，为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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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他妈的为个，你看我表外站落。就他妈的，阿姨，就就等，阿爹，你小等一。就他妈的，搁小等一嘞。就他妈的，小等一嘞。爱我，我的阿姨，什么那种白痴？我他都是讲我的阿姨，我的阿姨哦。阿姨啊，阿姨啊。我现在要有照帮你讲了啦。卖讲白痴话，阿姨是地里酒庄，阮无后悔。原来你的身边爱恁阿遐多。OK OK OK， 通过通过。得分。几分呀？几分？这样就1.5了。1.5啊，1.5。一定还是比较多的哈。好来，来下一位，来乔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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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刚刚乔安有一分哈，那就1.5。好来，刺激哦！
李炳哥发现了，用心，哎呦，宇哥的吗？不，李炳用心良苦，宇哥的，宇哥的，是张宇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错了，谁要抢答？错了，直接唱最后一句，谁抢答？吴美玲抢答一倍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天别寂寥，藏着了空心要不要？是你走，还有我用心良苦接着走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说把你的手。这队已经两分了，哎呦，一分一点五分，啊我嘞，来大伦，大伦，你表弟恁两个都平手嘛，阿你哦，来，我练那是一练，你哪里练一唱出来两分嘛，真的哦，好我练看卖哦，你讲了你妈卡蛋，我避免我的讲，我用我临终给你请哦，杨杰杰上过恁的就只练俩哩，练嘞，好来练，练，退。99朵玫瑰，一贝贝，五四三二。我早以为你种下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风儿凋谢，心已飘摧，如花谢，是湮灭。是如风，痴心只是乱动。吴仁宗先生，好了，都要卖唱了。邵大伦，真是有两分，安尼有两分不？两分，理论上1.8了。1.8哦。对，美丽不也接起来嘛？吴美玲，来，确定哦。啊，你治疗要你就赢啊！新鸳鸯蝴蝶梦。啊。文化，你会唱吗？五。四三，哎，副歌，五四，给你提示的，看四个，看十个，来，喂，抢答喽，五四抢答，二来吴少芳，啊可以啊，看四个鸳鸯蝴蝶，你也不敢讲抢答，我的年代，十，可是。一倍。过程等待。哎，你那个。他连老婆手都抢了。嚯嚯嚯嚯！你出来一起到那里的多余。来，抢答没成功，你有没有抢答嘛？好，来。吴兆邦。看似个鸳鸯蝴蝶，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这人间的上界，这比人长青天。我唱好，你都要讲抢答。哎，咱今日这完全拢是歌手甲台下的观众袂下，你知影无？我就是讲伊咧唱，我就好唱。我今日嘛同款啊，他都要唱，你知影无？亲家，卖生气好不好？对哇，我管不得命咧。好嘞，我从那边分数报过来哈。乔安那边是一分而已，嗯，对吧？那是吗？吴兆邦这边是2.5，哦，那邵大伦这边是2.8，哎呀，美玲这边是三分整，谢谢，恭喜美玲可以获得今天的冠军。